八大神国神王聚首，这应该是最近这数百万年都没有过的事情了吧。多亏了空间神王的空间法阵，不然我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抵达光明神国。雷霆神王客气了，时间紧迫，其他的话我也就不多说了。数月之前，光明神国丢了一样东西。哦，不知丢的是什么东西？那便是数万年来无数光明神王耗尽生命之力阵封在皇宫地底的黑暗之源。什么？黑暗之源？也就是说，如今黑暗之源在虚的手里。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我没能保住黑暗之源。为了阵封黑暗之源，光明神国已经尽力了，黑暗之源已经遗失，后果大家想必也清楚。如今我们唯有同心协力与虚神一战。唇亡齿寒，虚兽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任何一个神国都无力抵挡，诸位觉得如何？我雷霆神王愿意协助夜辰神王，虚兽大军已经开始进犯我雷霆神国了，还请诸位多多帮忙。我等愿意协助夜辰神王，只是如今这局面，只怕就算我们八大神国联合起来，恐怕也不是虚的对手。但若是不联合起来，只会被各个击破。那夜辰神王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我觉得应当分为两步。第一步，将各大神国所有的力量都聚集到光明神国来，以光明神国作为最后的堡垒。不行，让我们舍弃掉自己的国土，我们万万做不到。若是实力过于分散，只怕是什么地方都守不住。保存有生力量，等战胜了虚，我们还可以重建。别的不说，我们光明神国的法阵绝对是对抗虚兽的利器，若是诸位能够助我一臂之力，至少在短时间内虚兽大军休想攻进来。诸位还请三思。光是防守，只怕光明神国迟早有一天会被攻破。一直防守，终有一天还是会被攻破。但若是虚兽进攻光明神国，后方必然空虚。正好我有空间密码，诸位带领高手与我一同绕到敌后，若是能将虚斩杀，这一战便还有胜算。将虚斩杀，何其困难！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别无他法。我认同夜辰神王所说，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们别无他法。光明神国愿听从夜辰神王号令。暗影神国愿听从夜辰神王号令。风雪神国愿听从夜辰神王号令。我等愿听从夜辰神王号令。趁着现在虚还没有炼化黑暗之源，诸位迅速召集力量。是。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但是我怕死。公子，你不会死的。谁都会死，纵然是神明，哪怕是拥有永恒生命，也会遭遇各种意外。就像是历代赤神殿的掌控者，哪怕是强如永恒神王，最终也都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可是公子，死是没什么可怕的，只是当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人，你就舍不得死了。公子，若是遇到危险，小小愿意替公子去死。小小，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只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否保护得了你们。但是我们没有退路，只有一战，否则的话整个宇宙都将陨灭，我们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虚神大人，前面就是光明神国了，可是这里的结界我们无法破开。先按兵不动，再次等候我的安排。里面若是有任何人想要离开光明神国，杀无赦。是。啊，他来了。谁？夜辰神王说的可是我？我说的不是你。我知道夜辰神王说的是谁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这可能将会是一场生死大战了。你怕了吗？我并非怕了，只是联系我光明神国的子民，这一战也不知要死多少人。各大神国的人都来了吗？他们正在通过传送法阵，应该很快就要到齐了。这次需本体亲至，我们若是输了，只怕整个宇宙都将不复存在。虚可以幻化出无数的虚兽进攻光明神国，想要击败他，除非毁灭他的本体。想要毁灭他的本体何其困难。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风雪神王，
我可否来此处喝一杯茶呀？我倒是有点意外，没想到虚神的真正长相竟是一个英俊男子。我平时不显露真身，你是唯一一个见到我真容的人。那我是否应该感到荣幸？风雪神王大可不必如此客气。不知虚神降临所谓何事？其实我有一事不明，想来请教一下你。但说无妨。那叶辰究竟有何魅力，竟能让风雪神王这样的女人都对他念念不忘？说不上念念不忘，只是利用而已。我只是想要得到他体内的赤神殿。哦，真是这个样子吗？不错，虚神难道不是这么认为的吗？风雪神王，若是如此，不如你以后就跟了我如何？虚神也在乎这男欢女爱之事吗？听说女人都是崇拜强者的，不知我在风雪神王的心里究竟如何呀？虚神想做什么？你说我想做什么？哼，没想到虚神竟也会沉溺于美色之中，你就不怕神格受损吗？春宵一刻值千金。风雪神王，难道你不愿意？风雪神王慌什么？火焰神王碰得，叶辰碰得，莫非就我碰不得？被本神宠幸，风雪神王应该感到荣幸才是。冰之体，暗算我。虚神总不能这个时候还派分身前来。去死！风雪神王若是觉得这样就能杀我，未免也太天真了。我没想过杀得了你，但是能伤你就足够。寒冰领域。你的实力还太弱，就凭你也想伤我？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公子，你怎么了？我有一种预感，像是要发生些什么。莫非是大战在即？公子，你紧张了？这些年我也算是身经百战了，从来没有一天像今天这样心绪不宁。公子，那究竟何事会让你心绪不宁呢？你赶紧去召集众人。啊，是，公子。安雪，你确定你要与我对抗吗？如今我已经吸收了黑暗之源，这天下间已经无人可以赢我。屈服于我，你将成为除了我之外这世间最尊贵的人。雪，纵然你实力强盛，但是你永远比不过叶辰。
真是可笑，他也不过就是借着赤神殿而已。如今赤神殿被封印，以他的实力又如何与我对抗？纵然有再大的压力，叶辰依然有一颗不屈之心。我承认我是一个坏女人，曾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但是后来才慢慢发现，我渐渐地爱上了叶辰。爱？没想到一个风雪神王居然如此幼稚。你说他幼稚也好，说他脆弱也罢，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爱上他？因为在他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有一颗真挚的内心。纵然整个宇宙都陷入黑暗，他的心依然会像恒星一样照亮整个宇宙。这一点是永远都比不上的。风雪神王，看来你还没有明白情况。你若是屈服于我，便饶你一条生路，从今往后成为我的奴隶。我也想过委曲求全屈服于你，不过后来我便明白了，已经两苟延残喘地活着，吾宁死。你居然施展天淬解体大法！换做别人，是绝对无法接近你真身的。不过你今天居然真身前来，真是让我觉得意外。你这个女人，要命了吗？此生此世，我只为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吗？不求杀人，只求能伤得到你本命真元。疯女人，你快点住手！这是我欠他的，只求能换他一生平安。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足可贵。能得到暗影神王这样的夸奖，我就算是死也值了。如果你真想感谢我，等这次大战结束，跟我回暗影神国，给我生一个孩子，就算是报答了。我都跟你说过很多回了，以我们的实力，想要对付虚实在太难了。我是暗影神力，你有空间神力，我们若是结合，生下来的孩子必定是宇宙巅峰的存在。这个也太草率了吧。草率吗？这分明是最正确的选择。这不是正确不正确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这个说了你也不懂。我怎么不懂？这世间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懂的？哼，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门亲事。本王的决定岂会需要你同意？反正我不同意。若论血脉传承，我是上古神兽，也不比你差。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哼，若是你不服气，可以打一架。打就打，谁怕谁。你们别打了，这件事情总得由我来决定吧。我若是不答应，你们不会想要来硬的吧？我倒是要考虑考虑，来硬的也不是不可以。那我也行。哎呀，现在虚的大军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现在抓紧时间，生孩子恐怕也已经来不及了。正是因为危机将近，所以我们更不能放弃。我们先放弃用这么激进的方法，换一种方案。激进？在赤神殿的秘录之中，有一种无比强大的阵法。阵法？什么阵法？这阵法比光明神国的光明神咒还要强大，只是这个阵法需要18个巅峰神王才能施展。18个巅峰神王才能施展？你指的是
九星九转大阵。哎，你也知道九星九转大阵？哼，那是自然。当年有一个通天巨魔，若论实力，并不弱于虚，携着悍然灭世之威，将十大神国之中的两大神国灭掉了。剩下的八大神国巅峰神王高手们联合施展了九星九转大阵，死伤殆尽，这才将那个通天巨魔给灭掉。但是，听说九星九转大阵早已失传了呀。九星九转大阵的秘法一直被记录在赤神殿中，已经被我记在脑海了。想要结阵击败虚，我们得召集十八个巅峰神王才行。十八个巅峰神王，我们如今有几个了？我、你、影妹、小小、澹台、无面、栓泥、雨天神王、风神孤影、雅荣亲王、雨林千珏、安阳、云月、明玉无双、寂灭剑主，已经有十五个人了。我们再找三个巅峰神王，便能施展九星九转大阵了。我暗影神国可以再出一人。若是夜辰神王需要，我光明神国会再出一人。多谢。那还差一个，或许他会比较合适吧。谁啊？哼，以他的血脉和天赋，也不知他的修为如今怎么样了。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非要不死不休？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唯一的亲人？真是可笑，这具肉身的主人他早就死了，如今这具肉身属于我。他既死，一定还活着，我还能感受到他的存在。我知道你一直在追踪我，愚蠢的女人。既然你追踪来了此处，那你就死在这里吧。我已经皈依虚神，虚神将赐予我无穷的力量，你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虚神秘术，天域幻灭。以你的力量，如何抵挡得了我？我的身体在不断地吸收这颗星球的力量，用不了多久，我将踏入神境巅峰，成为神王级别的存在。你不过刚刚踏入神的领域，是根本不可能赢得了我的。吞噬你的灵魂，最终把你变成我力量的一部分。
是谁啊？当然是我啊。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要记住，无论你身处何种险境，只要你想到我，我便会出现。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终将会被虚神吞噬，最终成为他的奴仆。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清理出去。哼，不管如何，你是绝对无法逃脱虚神的掌控的。谢谢你。谢我什么？生命法则是你自己领悟的，这场战斗我也没做什么。是你给了我勇气。勇气？在漫长的时间里面，我一直在不断地追寻着大祭司的踪迹，可是渐渐的，我也迷茫了。我不知道一直追寻着他是为了什么。一个人孤苦无依地走在荒野之中，唯一让我还能感觉到一丝温暖的人，就是你。等你此间的事了结，我在光明神国等你。小小，我有点事情出去一趟，你们等我回来。哎，可是公子，我们会在这里等公子回来的。哎，坦坦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公子走得这么着急？公子一向慵懒，很多事情跟他无关的，根本不相关。之所以走得这么着急，恐怕是感应到谁有危险了。啊，遇到危险？我们不是都在这里吗？这宇宙间
这里是传说中的葬神之地，当年虚神在此处击败了上古天神族，数千万年来上古天神族的躯体都在不停地被黑暗气息侵蚀，这里的黑暗气息无比强大，纵然你踏入神王境界，用不了多久，这里的黑暗气息就会将你腐蚀。把大祭司还给我！他的灵魂被我禁锢在意识海中，你要见他的话，就来我的意识海吧。如果你不来，用不了多久，他的灵魂就会彻底殒命。虽然你比我先踏入了神王境界，那又如何？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清雪，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从今往后，我便是神王境界，这天下间有谁是我的对手？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没必要知道，是虚让你来这里的吗？不错，虚神让我掌管这里，从今往后你们都将是我的仆人。仆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笑你太幼稚。你是要违背虚神的命令啊？就算虚亲自来了这里又如何？可笑你还不自知，你以为你至关重要，但其实你不过是我和虚交易的筹码而已。你什么意思？你做什么？我是天神族之王玄毅，当年我和虚对决300多年，一招落败，这才被囚禁封印于此处。纵然是虚，也只封印了我的肉身而已。如今你一个小小的奴仆，在虚的帮助下才勉强踏入神王境界，居然也想来命令我，真是可笑至极。我弹指之间，你便会灰飞烟灭。我不相信，以我神王境的实力，竟会败在你的手里。就是虚说的那个女人，很纯正的生命法则，很好，很好。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
你是？好久不见。你现身了，徐。玄毅，当年那一战，虽然你败了，但想必你心里也有不甘心。你被我镇压在此处数千万年，如今给你一个离开封印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住了。虽然我被你的封印困住了数千年，但是迟早我会打破封印。哼，我既然可以将你封印，也可以将你封印第二次。哦，是吗？如今早已不是你的那个时代了，我的实力也今非昔比，而且这宇宙间也诞生了很多的强者，等你打破封印而出，整个宇宙早已在我的掌控之下。如今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若臣服于我，帮我做一件事情，我便放你自由，而他们两个便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见面礼？对，那个女人叫穆清雪，她掌握了生命法则，一旦你吸收了生命法则，你就可以重塑肉身，从封印中解脱而出。而我附身的这个女人，她的灵魂也是上好的养料。怎么样，我以他们两个为交换，来换取你百年时间听命于我，如何呀？哼，既然你把他们两个送到了我面前，我难道不会自己取吗？哼，玄毅，当年你不是我的对手，如今你也不是我的对手，那我们要如何交易？你只需要用道心咒言发一句毒誓，这百年时间你都听命于我，他们两个就归你了。我身为天神族之王，又岂能卑躬屈膝于你的脚下？你的尊严这么重要吗？想想你的族人，你有168000多的族人被镇压在这片葬神之地，他们已经被镇压了数千万年。不错，以你的实力，就算再被镇压个几千万年也不会如何，而你的族人们还有几百万年，他们就将灰飞烟灭。到时候纵然你突破封印而出，你也是孤家寡人一个了。我同意你的条件。好，够爽快，你可以发下你的毒誓了吧。用我的女人作为交换条件。哪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天神族的脸都已经丢尽了。前辈您当年落败，并非是实力不如，而是需诡计多端，用了一些阴险手段暗算，否则的话，以您的实力又怎会败在他的手里？
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